政府报单了啊，我才刚拿到，所以我才看得到对话框。就是我们还没按取餐前，我是看不到对话框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是等了一个多小时啊。对，请您稍等，我现在送过去。是，好，拜拜。
没关系，你还可以再订。哎，你三次都订完了吗？还没。那你都订一订吧。哦，因为没货、啊。哦，是那、哦。那取消有时候不是因为那个东西，是因为没货。其实没有很多哎、欸。不是，因为大家最近就是像您这样一次三笔，所以炸掉了。很便宜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炸掉了。谢谢谢谢。我们三重还好，三重现在才二十几个，台北桂林街、听说已经四五十只了。四五十只猫，对，而且一个人还不止一点，一可能还有一两单，对，因为我们您看您的单号，已经五百多了，哦，我们这是数量，第几排下来，然后已经四五百了，那是只有针对家乐福还是其他？没有，就是其他家其他的都会有，就是它有顺序，对吧、啊？我从好像从二十还一二十开始，你自己看一看，现在才早上已经五百多单。那我问你哦，如果我自己订两张，我自己其他两张一样都订家乐福，那他会被同一个人接手吗？几率很大。哦，对，就是同一个，因为可能因为对，他会临近的都在这人都塞一个人身上。哦，好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赶快用一用。对，因为我不确定他后面会不会关掉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会耶，因为他前面其实有关一阵子，又打开关一阵子，所以趁对，所以趁能用赶快用一用。啊，拜拜！仁爱街67号，不要搞破坏。这个是这个是。这样不得了，终于逃脱了，是啊。好呀，感谢啊，来修好，喂，你好。好，
等风。来呗。别风，别风啊。嗯。我这是当地人哈。我可以讲。我的二八，二八是一个主菜便当。啊，臭豆腐几号的？八百，八百，我来这里来。你二八了？嗯。二八是臭豆腐吗？二八有臭豆腐。我刚才解主菜便当，我才看的就是安尼。好。哎，臭豆腐38号啊！我未来呢啊。对啊。未来万千是啊。啊，够靓啊你！靓啊，有啥？你在线啦？121/25。
分低了。你好，熊猫。大哥，您知道那个熊猫现在有家乐福优惠吗？你可以去查一下，因为它可以买400扣200，然后可以一个人可以使用三次，所以很划算。嗯，谢谢，拜拜。
你好，熊猫四二。这个一个蘑菇面，一个起司蛋吐司，一个香鸡蛋堡，一个起司蛋饼，一个吐司，一个红茶大杯。对，嗯，这样子，谢谢。谢。无记忆两百四。